大家好，大军，今天上老丈人家敲大米来了。你干啥呢？啊？没看着啊。又上你爸家划拉来了？是吧？一个。干啥呢？姑娘，姑娘，好不好啊？老爷家，哎呀，看见了，俺姑娘就来干活，哎。一天不会别的就会该。上外头说去，你老爷的地都让戳坏了。你搁里一趴，那窗帘到没有？到了。姑娘，姑娘，一回也没人呢。苹果好吃吧？哎呦我的天儿，哎呀，咋酸呢？这还走？哎呀妈呀，可挺沉呢。哎不，我拿这咋往四楼送呢？什么玩意儿咋往四楼？这玩意儿拿不动啊！别拿太多米呀、啊。过来够这两天吃的，办完家要还得往那拿。老丈人家的米多。哎，对，这些够。比我能干呢。我老丈人家冰箱满满的，哎，拿来刀鱼。拿拿，你连上鱼拿。包，那叫猫姑娘，还包。哎，你做那鱼呗。不做。做啥呀？手骨头啊。排骨，他家那里面老多东西了。猪蹄儿。我看过两天又该扔了都。这没吃啊。不吃没人吃。拿两个冰虾吧，全冰虾啊。我的肚子里还有呢，我的天哪！上回拿整完，你说怎么了？没有。这排骨温习的。我说这东西你俩咋不吃呢？就吃啥了？我都没整明白呢。这也是小鱼。哎呀妈呀！这我估计六月份左右天一热就全在那扔。扔了啊！去年那种的是去年的那是。哎呀！哎呀妈，累着你呀！这刀鱼您也没吃吧？嗯，给你嫂子那天挂下来，我还有啥鱼呀？这个、哎呀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姑娘，你干啥呢？哈哈哈不要不要不要！够了，够了，这两条够吃的。够，再有几天就搬家了，吃哪两条就够了。那你咱俩就那整哪整？搬完家来你们来吃了。哎呦我天，我们来扫荡来了啊，哥们儿。走啊。往上面快点。忙啥的？那啥不吃，明儿又扔了。那你叫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给你一下。来、哎，
你坏蛋吗你？姑娘穿衣服走了，快。哪儿穿？姑娘，你大姥爷来了。就怕他大姥爷。咱也不知道是怎的，你大姨来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来来来，啊，拜拜了。你瞪闹呢？行，口罩戴上了。口罩戴上了。行。你瞪老爷一个，哎呀，你眯眼就瞪啊！呀，这就翻楞了。咱们跟哪边来？拜拜没有啊，拜拜呢，走吧，睡觉了，拜拜，睡觉。今天这风真大呀，我的天，到家了。哎呦我的天，累坏我了啊。窗户没开呢，窗开了，放门呗。其实这一楼也挺好的，哥们儿，带小花园。哎呀，一楼那家贵呀，那家一楼得将近90个，没整起。这一天就过去了，明天上班了，拜拜。